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风传媒社长王学成，坐我对面的就是花莲县长许真卫。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到花莲来谈谈整个花莲在智慧城市的进程。当然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手上这个花莲县的县鸟朱里鸟。请问县长，这个鸟设计的这个很可爱啊，它是不是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的奖项？它得到了经典设计奖，这是我们花莲县的县鸟朱里，而它现在也是濒临绝种的鸟类，所以我们在花莲有非常多的这个濒临绝种的生物，像我们台湾胡服在花莲数量就最多，那也是我们花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资产。那这县鸟也是在我们这次全中运的时候再把县鸟重现朱里，那它这次也得到了我们的经典设计奖。我们知道这个花莲过去对大家有一个印象，就是它是观光跟农业是最强的，但是这几年其实在这个疫情这个已经快满三年了嘛，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这两个因素对于观光跟农业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您这段时间，您怎么运用这个智慧科技以及云端的这个技术呢，能够帮花莲县解决这个极端气候以及疫情对于农业跟观光的冲击呢？那其实在疫情期间，在去年其实在五月到九月是最辛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几乎都是三级警戒，其实每一个县市的观光都非常的惨淡。那也因此那时候我们就整个跟观光局一起合作就对于我们观光业者有一些培训，去年就有一个 ISQM 的这个国际认证训练之后，我们去年是十家旅宿业者得到了国际认证，我们就在今年就实务上来推动，那今年就一共96家得到了 ISQM 国际旅宿的认证。这是软实力的提升哦。对，软实力的提升，但是这个软实力除了服务以外，饭店旅馆民宿的服务得到国际认证服务以外，其实它最对于自己的旅宿的环境以及微小处其实也要做一些微调和修缮，而且他对于他自己服务的品质以及居住的环境，他有非常明确的项目还有评鉴的评比的项目。那去年其实在九月十月解封以后，其实那时候整个观光人潮就全部都进到花莲，而那个 ISQM 这个的认证对于我们的旅宿业者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您基本上是利用那段疫情间做了一个教育培训，没错，所以把大家的整个的观光的实力做一个 upgrading， 做一个升级。下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就是说在因为花莲我们看那个地图，它是一个非常狭长的地图嘛，它是一个幅员非常广大的地区，然后我们有一些偏乡的那个老人的照护跟这个救助啊，这方面我们怎么运用这个智慧的医疗科技去帮助他们呢？那其实在花莲因为南北非常的狭长 137.5 公里几乎是跨越了大概五到六个城市了，所以在这么长的一个南北狭长，那我们的医疗资源又都集中在北花莲的时候，我们就把13乡镇的卫生所当成一个小型的诊所，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卫生所的这个医师主任全部都把它部件完成，那这样子对于我们长者当地的长者要去看病的时候，就是健检的时候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卫生所，所以我是把我们的这个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还有诊所、卫生所一起合作，医疗资源完全整合了。 对整个网络先把它整合好以后呢，在去年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都做线上医疗，其实那也是一个在线上医疗远距医疗的一个突破，所以让我们长者当时在没有办法出门的时候，或害怕疫情的关系被感染，害怕出门，我们用远距医疗可以得到照顾。对，用远距医疗让我们的长者放心，因为去年和前年架构了一些大数据，还有去年的基础远距医疗的基础之后，到今年四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整个疫情大爆发，那时候是北北基移花的人数是比较多，所以那时候我们的远距医疗，我们透过诊所端的我们就做了家护照护居家照护的部分，而居家照护那时候花莲县是跟新北市是同一天上线，也就是用远端的远距医疗跟我们确诊者在家里去做视讯，然后之后药师送药投药，
所以等于是这个疫情催化了整个花莲县在远端医疗跟远端照护方面的一个所有的努力跟实现嘛。对。然后我想要再进一步请教，就是说智慧科技在花莲，您觉得是说在哪些层面是你觉得说比较有一个具体的进展？比如说是教育呢，或者是在交通，比如说这个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地理的一个这个资讯整合平台，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学生借书的一个图书的一个整合平台嘛，然后或者是在农业方，您觉得说在整个智慧科技对我们花莲县的帮助是在教育、交通或者哪方面？你觉得你自己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在花莲县的这个中小学生是很幸福，就是说十五岁以前是不用花半毛钱的，学费也不用钱，然后这个平安保险也不用钱，营养午餐也不用钱，班费也这个也不用缴嘛。所以就是说除了这些福利之外的话，我们对于整个的这个就是语言程式语言以及这个就是让小孩子自己写 program 写程式。